妈，我哪里怪你了？你不要小孩子脾气了。这苹果坏了呀，我可以拿来做苹果醋啊。你想，也不浪费嘛。哎，我难得来了，不老人客气了，这苹果，我上爱老远上别个都改成了。妈，没事啦，这不还有很多好的嘛，我挑出来就行了。你就是舍不得吃。哎，只要给你不多，放下这个不给，再讲你别太客气了。好好，妈，是我不对。这些呀，我拿回去做苹果醋。这个，你赶紧吃完。好了，你走了，快过去吃啊！啊，那这个看，这个你给我倒，这个倒是我等呀！好了，妈，回去吧，你还跟我客气。看看这些能不能做这一罐，先把坏的给它挖掉。婆婆，这苹果怎么都坏掉了？上次给外婆买的，她舍不得吃，都坏了，我拿来做苹果醋。你呀，这几天也要注意一下，来例假了，冷的东西不要吃太多。婆婆，没多大问题，这还挺温的。哎，二媳妇，你上次叫我买的卫生巾不好用，你自己买了新的吗？放心吧，婆婆，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。这是我在抖音商城双十一好物节刚囤的苏菲卫生巾，非常柔软舒适，而且包裹性很强，安心感满满。左滑逛抖音商城或直接点评论区，一键入手我的同款超值好物。抖音双十一打直球，一键立减不用凑，上亿省券更超值，超多日用百货大牌好物都压到了全网超低价，爽快下单不等满减，超值超好囤。那太好了，二媳妇，你可以多囤一点。嗯，婆婆，那我先进去啦。嗯，好。太温柔，容易偏执爱人，情爱一心。先把心给它取掉。现在装进玻璃罐里，加入冰糖。盖上盖子，放上10天左右就可以啦。哎，昨夜我看大家过去贵阳骑骑面大步，出院了爸爸，我昨天啊，你做了骑骑的，我得看这苦劳阿爸干。哎呀妈，你自己留着吃，骑骑要吃，我再给他买。对，你小刚做了，我得来做了，做了了破的苹果醋，根本不够喝的。哎呀妈，外婆，你快过来，我这边看了一道菜，你肯定喜欢。哎，离了离了，小黑黑。世上唯一不变是倒入黄酒浸泡4个小时。倒入阿胶。这菜我今晚的是做干的咸肉。真的吗？对，这明天做过的这个不吃也行。下次叫婆婆做一下。呵，做两人。妈，儿媳妇，你们两个过来吃啦。这臭起来我真也不灵。妈，这个很好喝，你尝一口，我加了水的。对。哎呀，刚刚乱性了。二媳妇，来，你也喝一点。啊？妈，怎么样？好喝吧？好了。上边搞这干苹果，搁这最好喝了。姐姐呀，这二十多天的呀，咋可以只弄点六啊不？嗯，这个配苹果醋真的很不错。外婆，你也吃一块。妈，你也多吃一点。哎呀，我老奶奶家就姐姐啊，你多吃点呀，哈。姐姐啊，你不要。哎呀妈，你就吃嘛。你不要，你不要。外婆，外婆来啊！这个。姐姐，哎，二媳妇，那个是谁呀？嘿，婆婆，那是我小姑。小姑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姐，你怎么大清早在田里干活呀？是啊，小姑，听我妈说你要去国外工作了呀。嗯，要去可能很长一段时间。姐姐，你小姑第一次来，你要好好招待。等下呀，我去多买点菜。好，婆婆，那我带小姑去深桂园逛逛。嗯，你们去吧。好，小姑，你来也不跟我说。路上注意安全。
丫头，你婆婆有没有经常为难你啊？没有啊，我们相处的可好了。你呀，婆媳哪有那么好相处？你有什么委屈要跟小姑说？好啦，我知道了。小姑到了，上面风景可好了，我们快点去看吧。小姑，你要留下来多玩几天哦。好。小姑来，一二三，茄子，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，我看一下。哎呀，这张不行了，太丑了。好了好了，再来一张了，这张真好看啊。琪琪啊，我去一下洗手间，你手机给我看一下照片吧。好，小姑，我在这边等你啊。好。送上去啊。好吧。哼，谢谢。那我们一起逛吧。七七，我好不容易来你们这边一趟，我听你说你婆婆厨艺很不错，晚上我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。可是，没事，你小姑啊，难得来一趟，我这就回去准备。嘿，婆婆、哎、阿姨，那你慢一点哦。好。小姑，你干嘛这么为难我婆婆？傻姑娘，我这是在帮你试探你婆婆呢。可是小姑，我婆婆对我真的很好。好不好，又不是看表面的，你呀、啊、就是太善良了。走啦。意不意外的背影那么轻快，嘿，要明白，人回来就不阿姨，七七不是喜欢吃卤面吗？你怎么没有做？小姑，婆婆已经做了这么多了，不用再做了。哎呀，我也想吃。阿姨，要不你再做一份吧？这难道真的不愿意吗？没事没事，煮个面很快的。哇，小姑，你是不是还在想着考验我婆婆？琪琪，别看你婆婆做了这么多菜，那是因为我是客人，都是装给外人看的。小姑，你这样有点太过分了。丫头，我有分寸，你放心。哎，做小姑。好了，面来了。哎，婆婆哟。婆婆，你今天是不是摔倒了？哎呀，好了，又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快来吃面了。我来，我来，你慢点。哎呀，阿姨呀、啊，你不知道琪琪不吃香菜的吗？啊，琪琪，我怎么没听说你不吃香菜呀、啊？没有了，婆婆，我可爱吃了，你看可香了。我就说嘛，那你们先吃，我去厨房收拾一下。哎，婆婆，我去帮你。不用不用，你们赶紧吃。婆婆，那你慢点啊。嗯。琪琪，你干嘛这样委屈自己？小姑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可是别可是了，你这是在委曲求全，这样的日子过得多累啊。才不是你说的那样，婆婆和媳妇本是陌生人，突然变成亲人，在一起生活必须要包容，要磨合，之后相处起来呀、啊、就不会那么累啦。是小姑过滤了，看到你能幸福，真为你高兴。放心吧，快去叫你婆婆一起来吃饭，要不一会儿都凉了。好。说好要住几天，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是啊，都没好好招待，回去吧。婆婆，婆婆，这是……哎，快看，丫头，其实小姑要去国外工作很多年，一晃眼你就嫁人了，小姑真的不舍。今天你婆婆对我的印象肯定不好，但没关系，因为我要亲眼看见你嫁了个好婆家，这样我才会放心在这跟你婆婆说声对不起。
之前我们都是一直宠着你，虽然你没嫁到富贵人家，但看到你婆婆对你的重视，小姑真为你高兴。这些呢是小姑留给你的一笔私房钱，丫头，物质上的东西是可以争取的，但是真心难得，希望你能一直无忧无虑。再见了，我亲爱的小公主，爱你的小姑。